村子里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西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逃犯的，名叫拉萨路，浑身香餐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到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餐。我肚子很饿，现在我饿死了，帮助我吧，帮助我吧，有钱人，请你帮助我吧，可怜我吧，怎么办？我的身体不是布，不是布，好痛死了，好痛死了，给我东西吃，请你给我东西吃。是不是？是啊，对不起，有钱人，可怜我吧，我现在很饿，我要东西吃，有钱人，帮助我吧。好脏啊，好脏啊，我不知道你，你走吧，我没有东西吃。有钱人，我知道啊，你有很多的钱，你有很多的东西吃，请你给我少一点，我不会忘了你的大恩大德。贝别不害羞了，我不要给你帮忙吧，你走吧，快走吧。冰姐，我生病了，好痛啊，如果你帮助我，上帝要祝福你。来的话，上帝是谁？上帝在哪里？你的话是笨蛋的话，你丑陋傻瓜啊！你丑陋傻瓜！好痛啊！救命啊！你是笨蛋！从我的家出去吧！我不喜欢你！救命啊！有钱人，虽然我现在是痛苦的逃犯的，我有很大的希望啊！什么希望？因为我信耶稣基督，我能去天堂，我是上帝的儿子。你说什么？天堂吗？你是真的笨蛋，真的笨蛋。天堂在哪里？天堂在哪里？地狱在哪里？没有天堂，没有地狱。不对，有天堂，有地狱。如果你不信耶稣，你下去地狱。有钱人一定信耶稣吧？要是你也上教会信耶稣的话，你也能去天堂。啊，胡说，那是骗人的话。天堂在哪里？哦，没有天堂，没有上帝，全部没有。有啊，你做个傻瓜。好痛啊。各位小朋友们，有没有天堂？有。没有。有啊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有。你们也笨蛋。如果你不像教会常常做坏事，你死了以后到哪去，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。去哪儿？到坟墓里去，不对吗？不对。如果你不信耶稣，你下去地狱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让我打吗？好痛啊，好痛啊。
地狱是个怎么样的地方？是非常热的地方，热的地方。有钱人，你悔改吧，否则你去地狱。你要让我打吗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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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丑陋傻瓜！各位小朋友们，有没有地狱？有地狱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有地狱。你们也都是笨蛋！你不信，我不信地狱，我不信天堂。不信上帝，你们相信吗？相信。真的笨蛋。很多人才在吃
生命树的果子，很多人在游泳啊，啊，哦，那是谁呀？那不是耶稣吗？耶稣啊，请你救我，请你救我，这里好疼啊，这里好疼啊，每天很疼。你会救我，你会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已经晚了，你为什么在世上不信我吗？我不相信天国，我不相信天国和地狱了。因为你丢了很多的机会，所以下去地狱了。主啊，我现在愿意相信你能救我吗？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，没有机会了。耶稣啊，耶稣啊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可怜我吧，可怜我吧！他是谁？叔叔，我已经告诉你要相信耶稣，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呢？拉萨路，拜托你，把一点水掉下我的舌头来，行吗？不可能。耶稣说，因为地狱有生为烟的骨，所以不能下去。我是真的笨蛋，我是真的笨蛋。谁能把我从这里救呢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在地狱永远受痛苦。我要是，好痛啊！死比较好。不可能死，没法死，我要信耶稣，我要去教会，教会在哪里？耶稣救救我，可是已经完了。谢谢你们，再见。